那我们知道《弘法利生》里头第一桩福德寺是传法了啊，正是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常常嘱咐我的，是法师啊，你讲这么多年的经啊，不要再讲了啊，不要再到处跑了，培养人才重要啊，啊，写书重要啊，啊，这就是说，传法的工作比弘法的工作更迫切需要啊，弘法要是不传法，我死了之后佛法就灭了。后继有人，这个福报就大了啊！后继之人不要多，有一个人就行啊，你的法脉就不断了啊！能够有更多的人，那福报就更大了啊！有一个传人，对得起佛菩萨，对得起祖师大德，代代相传到我这里，我也传下去了。如果有机缘能传更多的人，佛法可以全面复兴，这个福德大。啊，那么在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写书啊，借重高科技把所讲的全部啊也都保存下来了。同学当中，在此地，在海外，许许多多人呢，从这个录像带、录音带里头啊，把它写成书本，很多很多啊！啊，他们拿来给我看，实际上我没有时间看。啊，你们同学大家们都可以看。啊，帮助他定证。这些东西流通都能够立业出学。